是谁错把缘分那情锁锁成缘的女娃情归何处是爱的漩涡思念在时光穿梭那双绚烂眼眶想说的话太多花灯下许个愿望带我入魔一树落空月色映照花开红尘遍地留遗憾怎舍得怎么舍得故事一波波折狂傲的心融聚成花只有为他不舍一世宠爱的承诺等下许个愿望带我入魔故事一波波折狂傲的心融聚成花只有为他不舍一世宠爱的承诺别紧张嘛我们只是想知道你为何变换身份至此，以及火油爆炸的真相。混蛋！丑相，你凭什么杀人？你打死他也没有用。尽快查明真相，才能还小燕一个公道。一想到他有可能会面对危险，我心里就揪着疼，所以我不能抛下他。不行。再说你每一次见到云鹤大侠就会没完没了的犯花痴我要真告诉你我的身份你哭天喊地的要嫁给我怎么办我可不想自己以后的娘子连自己喜欢的到底是谁都不知道不过刚才已经知道你到底喜欢谁了别有话好好说你要真把云鹤大侠打死了你得后悔一辈子啊我再问你你用云鹤的身份都查出什么了裴庸跟黑龙帮和我义父的死有莫大的干系不过他们藏得太深我目前只知道这些我留下来查案也不完全是为了你所以你不用觉得拖累了我打住啊你可千万别再婆婆妈妈的劝我回去了既然我们都有留下来的理由就更应该联手查他个水落石出也罢连云鹤大侠都劝不住你不过啊我觉得我们得赶紧逃出去可惜我的迷香被他们收走了早跟你说过云鹤大侠自有妙招用不着你那五文钱一把的地摊货跟张贤带着小回先去联络弟兄我跟蓉儿去这个地方探探虚实是老大可是我想跟着小姐老大放心去放心小姐小慧留在这儿走老大保重小姐别看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跟着我们家小姐啊因为你家小姐有人照顾了可是秦公子他是男的怎么可能有我心细啊哎呀我问你啊你们家小姐在外面受到欺负的时候谁第一个我也喜欢你
大勇，全成这样了，每天给我吃的喝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还跟我哭穷？啊？这么多兵器？这些难道就是猛火油？怪不得他们要遮遮掩掩的。如果这些被发现了，定个谋反的罪都够了。你干嘛去？当然是通知兄弟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搬出去，上交给花大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我警告你啊，这些可都是证物，不能动。现在就应该赶紧回去通知我爹，让他们过来封存。封存，封存，都听你的。走吧。别着急走啊，兄弟们候了你们这么多时间，总要留下来打个招呼吧。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你说你一个快要死的人，哪儿那么多问题？兄弟们，你是要活的，这男的要死的。上！
个人肯定走不出去，我要出去搬救兵。让我，我在。我要去找赵元明。我知道。你早就发现了。人强调活捉我，这些就都能说通了。没想到，从小到大一直跟我那么好的元明哥哥，居然是黑龙帮的幕后主使。这么可怕的对手，偶尔输一次也很正常。放心，蓉儿，我们还有机会。对，只要我们出去，就还有机会，一定还有机会。可是，现在的县城里面肯定都是黑龙帮的眼线。如果去找我爹的话，一来是路途太远，二来，只怕他已经被赵元明控制了。表姐，我可以去找他帮忙。好啊，我现在就出发，在这等着我。等一下，你说。把这个拿好。如果计划有变化，就放这个信号弹。就算我遭遇不测，我的兄弟一定会过去接应。你不许胡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不拿。拿着。好，我拿着就是了。我拿着。蓉儿，在。离我近一点。魂书一卷，寻你我飞马几尺，千里外凝望，你肤如凝脂，注定要孤注一掷。雨不迟，万骑待残离时，守护在此。日月星辰可证实，一颗心之意，爱一切小心。好，等着我，马上就回来。来了，赵元明来过了没？四公子，没有啊。他要去找你，元小姐。哦，小姐，小姐，这是怎么了？下一辆马车，我要去救金小姐。好，我马上吩咐下去。快叫人套车，我要去县城南郊。来，你先坐下。怎么回事？你慢慢说啊。我得马上去救金沙城，不然等久。好，你冷静下，我陪你去好吗？你现在这个状态，一个人去也帮不了他什么呀。啊，没事，别急，没事啊。叫，蓉儿，你这样怎么行啊？没事，要不喝一点参汤，掉掉体力，不然这样你根本没法到那儿。表姐，啊，
这个方向好像不对吧？没有啊。来，把这个给我吧。表姐，表姐，我头好晕。没事吧？你没事吧？放开我！放开他吧，反正他也跑不了多远。你不要怪我，我一次又一次的劝你，可惜你偏偏不听。八哥，我腿好疼。什么？腿。我看看。哇。你。别白费力气了，我就是死，也不会多说一个字。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没办法了吗？秦尚城受了重伤，他能跑多远？召集人马，封山搜捕。是是。放开！走。来，衣服。哦。姐姐，衣服，是姐姐。蓉儿，怎么还想去找秦尚城？别费劲了，就算你出去了，也找不到他。杯中思量，饮尽后再回想，迷雾中你杀了他，珍贵处红色加以丈量，就像大雨中飘荡，那是你的避风。蓉儿，秦尚城已经死了，只要你乖乖听话，我还会像以前一样照顾你，侍奉先生。我拥有的一切都可以跟你们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你从黑龙帮送过来的黑心钱，还是你欠债的血债累累？我就不明白，你已经是王府里的公子，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公子在王府里不过就是一个受尽冷落的可怜虫，要就是因为我是庶子，我就要一辈子受尽屈辱吗？我不甘心，他们越是看不起我，我就越要过得比他们都好。所以你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经营黑龙帮。
黑龙帮有什么不好的？这些年，我让裴庸在外主事，开乐坊、设赌道、建堂口，赚回来的钱比镇南王府几代人攒下的还要多。火油、兵器、人力，这些我都有。 连官兵都奈何我不得，我就是这里的神。只要我想，所有人的命都捏在我手里。你不是我认识的赵元明，我认识的元明格格温润手里，你已经疯了。 温润手里，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温润手里，可是父王并没有因此让我袭爵，所有人也并没有忘记我庶子的身份，就连你，你都没有选择我，你宁可选择一个海盗。没有温润手里，我就该一纸婚书娶了你，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你在找什么？强城怀里的东西呢？强城没有死，对不对？蓉儿，你不要再做梦了。强城若是真的死了，你肯定会搜遍他身上的东西，怎么会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更何况。 为什么不带他的尸体来见我？只是拿了一件血衣。强城没有死，你只是在诈我，对不对？你仅可以继续心存幻想，但是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端走，我是不会吃的。 身体熬坏了，就什么都晚了。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为花伯伯想吧。你还欠我一个解释，为什么？你不知道，元明哥哥，你不要再喝酒了。 青青，元明哥哥，这些年你干什么？我早已爱你成痴，只因为我是庶子，我不敢对你表明，我怕我会连累你。青青，这些话我再不说，就怕来不及了。 嫁给我。原来他早已爱我成痴，只是因为庶子的身份，他才苦苦压抑。他本想等功成名就之时再向我提亲，可是眼见我跟秦尚城越来越好。 他便忍不住了。他真傻，秦尚城不过是一介草莽，我怎么会看上他呢？我处处跟你较劲儿，也不过是想气气你罢了。哼，可你知不知道，他是黑龙帮的幕后主使？我知道。 你知道，他对我没有任何隐瞒，所以你知道这些，你还帮他，他是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帮助他、辅佐他，就是我的责任。
那边走。一切安好，无需挂念，稍安勿躁，静待救援。事成之后，前嫌尽忘，重修旧好，不许赖账。秦上城。公子，我们真的没有离开多久，各处都有人把守，荣小姐逃不出去的。这场火蹊跷得很，要真有什么万一，你们百死莫辜。等等。父亲重伤不愈，我担心得很，想亲手炖一盅补汤，侍奉父亲喝下。你炖汤？我只是想聊表孝心罢了。怎么，你还怕我趁机跑了不成？不是，我是怕先生的身体经不起折腾。来人，明日晌午带他去厨房炖汤。是。来，爹，多喝一点，对伤势有好处。蓉儿，剩下的还是留给岳峰喝吧，我怕喝的太多了，虚不受补啊。好。老爷，来，擦把脸。哦，我刚刚观察过了，守卫都在吃饭，暂时顾不上这儿。好，那我长话短说，秦阳城送来了消息，说很快就能来救我们。太好了。是敢动的，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哼，蓉儿，你从小性子就急，现在是你的气话，不能当真。等秦上城来了被我抓住，我一定会让你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到时候你就知道我的用心良苦了。乔元明，你给我站住。姐姐，早知道现在如此，我当初就不该救你。我在海岛的时候一直受欺负，早就对秦上城恨之入骨了。我帮公子对付他，一来是为了报仇，二来，姐姐，我也不想看到你为这种男人误入歧途，神魂颠倒了。蓉儿，早些休息吧，我们不打扰了。公子，有了这些强弩，莫说是区区海盗，就是官军也叫他有来无回。很好，在这宅邸周围布下重兵，